都是競爭對手嚟噶嘛，其實即係雖然大家都friend 咗噶啦，我相信而家咁，但係你哋覺得自己最優勝之處係啲乜嘢咧？咁不如問下 Timothy 啊。我覺得我最優勝之處就係我係咁多個男仔入邊，我係最後生。咁係啲哥哥有冇蝦你咁樣？暫時都大家都好少都你咁樣講啊，好你翻到後頭就另一樣嘢，我驚嚇。係呢個就係啲優勝之處啊嘛。咁係嘅，青春無價啊嘛，係咪先？好，接住落嚟 ，Jason。我會話自己係，因為我係一個感性嘅人啦，咁即係希望可以因為是一個感性的人，希望可以將感情投入在音樂上面，就唱給大家聽咁樣咯。Duncan 好。Duncan 呢？咁我有學過很多樂器啦，咁都有學過跳舞咁啦，咁希望可以在舞台上面即係展現，即係發揮多一啲我嘅能力喺個舞台上面咯。咁 Crystal 你覺得你自己嘅優勝之處又係點樣？我嘅優勝之處係。年紀最大咯，係啊，咁相比起年紀最細嗰啲，可能就有更加多嘅經驗。咁啲弟弟有冇蝦你咁樣啊？都有時會，不過我哋都好體諒佢嘅。係feel到你哋嘅感情好好。係啦，咁啊 ，Sidney 咧，係。我會覺得我自己喺音樂上，因為我自己本身可能聲音的上限比較闊啦，咁就可以挑戰到一些可能平常人不是很容易咁挑戰的歌，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在嚟緊嘅日子啦，或者比賽中間可以俾大家睇到我把聲嘅極限去邊度。一定可以的。好，最後問埋阿 Son 啊。OK， 我嘅優勝之處係我係第二個年紀最細。大家好執著啲年紀咁樣喎，係嘛？我哋每個人都有個人嘅特點嘅，咁我係識 rap 同埋跳舞啦。咁可能即係唔係淨係自己個人作賽嘅喎，嚟緊可能有啲團賽咁樣嘅喎。咁你哋應該即係建立咗一啲好好嘅感情，到時就使曬出嚟啦，好冇？好 ，thank you， 唔該曬咁多位嘅男學員。好，可以休息。